こんにちは、皆さん、鈴森レムです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頑張ります。上一次跟这一次我觉得间隔太长了，我们很希望你们每一周都来，因为你们对我们来说啊，是我线上课程的老师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好，谢谢先生。谢谢。你们教了，教了我们很多。好，那我们懂了很多。我上次被骂很惨。好，上次你记得有一个威力在旁边说，只有你开心，别人都不开心。我看了其他影片之后，我反省再反省。今天我们做一点不一样的，好不好？首先我们先欢迎レムちゃん。こんにちは、皆さん、鈴森レムです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頑張ります。好，那我叫做 Endawa san。 啊 ，Endawa san。 因为上次教的太难了，上次我要的就是让他回味，左思右想，我觉得不对。如果这道菜他能做得到，他如果每天做，是不是表示他每天都会想到我？那你最喜欢吃的是什么食物？一番好きな食べ物は魚。鱼啊，哦，海鲜就对了。海鲜料理。海鮮料理。あ、意大利麺呢？パスタはあんまり使う、あ、コンビニとかで買って食べるぐらい。便利商店的意大利。哦，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。啊，好，我们非常开心的，啊，我们讲来了，我们节目来哈。然后呢，大家记得呢，哈，记得去，哦，记得哦，啊，宣传我们直接打下面，好不好？卡玛瑞拉其实是一个意大利最经典的奶油培根意大利面，它做法非常简单，但是它有些小技巧。很多人讲过，说我自肥，那我觉得今天这个企划，我决定开放现场男生，我们选出四位来抽签。抽签之后呢，因为我们要来做一个教学的动作，所以变成说两人。两人三手，那如果要两人四手的话，我相信你们会愿意付钱给我吧？不行不行啊，不行不行。这四位里面最接近你欣赏的人，哦，把我算进去，乱翻译哦，是乱翻译。没有我，没有我，没有我，没有。哎，这怎么那样？啊！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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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筋肉，好了啦！如果哦 ，Thank you。他喜欢哪一个？尊重一点，不要害羞。我嘴巴那么甜，優しい人なんですけど、心当たりある人聞いてほしい。他先跟你们说，他喜欢的类型是不说谎又温柔的。为什么你在自拍？你觉得谁是看起来是比较不会说谎、老实型的？啊，没有的。他。没有的，没有的。啊，那我们现在玩游戏了，认真的啊，就是最长的人就入选了。那我想这五位也是我。OK。不要。不要吧。来，一二三。啊！左撇子啊！啊，那我右撇子，来吧。干嘛呢？好，来，来。気まずい。啊！你这都。第一个先练培根油啊，我们先加油进来。左手。进来。哇哇哇哇！我们现在呢，其实就是要让这个培根啊。的油脂滴出来，然后我们的右手要去拿这个东西。これ、これ、取る？そうそうそう、今準備してる。取っていいの？取っていいよ。哎，拿。培根呢？你如果大火，它就会焦，所以我们就要用小一点的火，它的油就会出来。等一下呢，就是要让这个油啊回去炸这个培根。有没有？然后你就发现，哎，那て呼んだらいいんだっけ？なんだっけ？エンダーさん？エンダーさん？エンダーさんの？エンダーさん？Look at my face. You remember? エンダーさん、handsome boy。あ？左手？あ、
不少。最后加点油脂进来一点点，然后这个培根是等一下的主要的配菜，好煎一下哦。要要，難しい。主要是因为这个培根是 Q 的，那这个培根是脆的，所以等一下的意大利面就会有不同的口感。然后加洋葱进来，红葱头。然后用小火，如果今天洋葱用大火，它容易焦。那等一下它就会有一个苦味在。なるほど。好，炒差不多对，这时候加一点点的白酒，我们就要让它烧到它干化、收汁之后，它会变成果香味。喂喂，安东上，すごい。鲜奶油加进来，我们现在就是要让那个鲜奶油收汁。那你用大火去收汁的时候，它会变稠，浓稠度会影响到它等一下的酱汁会不会扒在那个意大利面身上。すごいもこもこ。啊，没事，加个盐吧。盐会有渗透压，所以你等一下那个面条啊煮进去，它会比较快速的熟化。そうなんですね。所以它会很多人在煮意大利面的时候，水里面是会加盐。大家煮意大利面的时候是不知道怎么样让它散开。好，这个就是就这样就这样。哎，哇，那。我听到折断的声音了，没事了，嘉旭。OK。等一下呢，我们会把这个蛋加进去搅拌，我们要把起司加进去，当做一个凝固剂的概念，所以它等一下呢比较不会变成蛋花。Thank you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就是这两个，这样很可爱吧？那现在这个温度还有对不对？我们就拿一个汤匙，把这个热度的地方加一点点进来搅拌，持续用这样的方式。然后呢，等到差不多之后，我才会把它倒进来，要让它煮到相对浓稠哈，所以温度不能过高。然后等一下就把这个面放下去。然后把其他东西撒上去就完成了。盐巴、胡椒、排盘。刚刚其实大家在想说他为什么旁边要多一个人，好，那就是多余的，不然我会被骂。他们都说福利都是给他们的。哦，好吃，好吃啊。你回去会做了吗？你要说你忘了。你忘了，我们才有办法说，因为八月二号你还会再来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八月二号忘了嘛，所以就可以再过来啦。こんにちは、鈴森レムです。台湾唯一の日本海外正規版 AV 代理プラットフォーム AV プラスは10万タイトル配信しています。高画質の私を見たいなら AV プラスをチェックしてね。其实他讲的就是八月二号，好，我将出席全亚洲最强。颁奖盛事 AV Plus 年度风云女优大赏，所以呢，现在只要加入 AV Plus VIP 就可以免费参加。那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的讯息呢，只要像 JK Face 哦，就可以看到最详细的内容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今天非常开心你来。那其实你这个东西其实非常简单，你应该也会。那如果忘了也没关系哦，我会上这个 AV Plus 去看看你。